跟大家玩去吧，啊，不许哭。不愿意来幼儿园呐？也没有，请蹲下。怎么回事啊？拉完了没有？李老师，我拉不出来。李老师，他现在已经变成两个。方晶晶，咱俩合起来能打过李老师吗？什么坏主意都是你出的。为什么我没有小红花？这是幼儿园，你要守规矩。让男孩子脱你裤子，你傻呀？你还顶嘴？